因为刚刚执行的话是从这边执行，很不方便。那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在这边直接执行的啊，就是变成按钮的话哈，我先把这两个按钮先清除掉，按 delete 掉哈。那做法一，第一个哦，请各位注意一下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插入里面的话有一个表单控制项，第一个按钮就是左上这个按钮，左上的这个哦哈，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按钮，我们基本上就从这边开始哦，这边呢就是开发人员嘛哈。插入有一个表单控制项，这第一个就对了，好，不要选错啊，不要选到下面这个，下面这个按钮也可以做，不过它比较麻烦，它还要去写一些那个什么事件啊等等啊，反正多写一些东西。那如果你用这个的话，直接连接，连接什么？连接你刚刚录的剧集。好，OK，那怎么做啊？一有点像是那个小画家啦，你就把它点它，然后呢拖拉应该会吧，就跟小画家一样嘛，拖拉一个。多大你自己决定，你要大也可以，你要小一点，好，反正你这个地方大一点的话，刚刚看得比较清楚啦，画面这么多的空间，反正你弄大一点没有关系哈。然后呢，你就把名称给它，那名称我们刚刚是串接啦，所以你可以什么复制串接两个字，哦，按确定。那为什么要复制串接两个字呢？因为哈，等一下你要打字两串接两个字，你可以省下时间的哦，就可以直接贴上。当你要自己打上去，因为它原来的名称会叫按钮一，那要把它清掉哦。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产生一个串接。第二个我要产生第二个按钮，第二个按钮是清除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第二次再加按钮的话，哈，当然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拖拉。不过呢，如果你这边拖拉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要让它一样大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的习惯是怎么样呢？我不会用再拖拉，我习惯的方法是按右键把它复制。就是如果你把它复制之后点下面一下再贴上哈，那它就会长得一模一样大，有没有啊？这一招是我习惯的啦，好，所以我分享给各位，因为一般是再拖拉，可是又再拖拉啊，又不一样，你要再调整，我觉得反而麻烦。那我的做法是先做一个。复制贴，看你有几个嘛，反正你这个工作表里面有几个按钮，就先贴几个，然后呢再去修改。所以修改的方法就重新按右键，这边有个指定剧集，再重新指定清除，再把清除两个字复制，按确定之后哈，把上面的名称 delete 掉，贴上就可以了。好，串接跟清除，这样按一下串接清除，哎，就有了，有没有？那做法其实跟小画家那个差不多啦，反正拖拉啊，大小由你自己决定。啊，另外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格式设定，你比如说字太小的，你可以按右键，它这边有一个控制项的格式，里面的话你可以决定什么字的大小，还有它的颜色，字的颜色啦、底色啦、对齐啦等等的，这上面都有哦。比如说你字太小了，你可以把它放到20号字，啊，颜色呢把它改成红色的字。按确定，哎，有没有串接字就不一样了哦？大概可以从这边去做设定。那这第一个按钮，另外的话呢，如果你不想要很正经八百的像一个按钮的话，像之前有同学他学 VBA，我又问他说，哎，你老板知道你有学这个吗？他说不知道，不能让我老板知道。为什么？因为老板知道的话，他就会知道你效率很高了，对，你就不能。对，所以他都是下班前的哈，在偷偷的把按钮给执行。那按钮又不能做这样，因为老板一看到哦，你会 VBA 哦，因为他老板也很聪明，他老板也学过 VBA，让他知道。那你又不能让老板知道情况下啊，你可以在旁边插入，可以用什么呢？小图示，比如说你旁边加一个小小的笑脸，做一个有没有？然后这个小按钮呢，你可以什么？当然做小一点的，哎，换个颜色，这些都可以变换。有没有？这边都可以哈，你可以换个笑脸。那另外的话，你也可以插入另外一个小图示，是叉叉好了，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装饰啊，放在旁边，以不让太醒目为原则哈。然后呢，你按右键呢，指定剧集啊，有没有？你也可以指定刚刚的那个串接，然后呢，按右键呢，指定什么？指定那个清除。OK，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下班前有没有移到这边来？按一下，有没有？OK，那下一次上班的时候呢，再按一下，清除掉了。哦，类似有这样的功能，哦。
隐藏版的功能。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要执行锯齐哈，不见得一定要用很正规的方法，你也可以用一些，甚至呢那个小插图啦、小图示、图片上都可以。按右键哈，只要能够指定那个锯齐的啊，其实都可以按右键啊，这边都可以指定锯齐。OK 哈，所以蛮多地方可以指定锯齐的，你只要可以点击的地方哈。那这个是有关怎么做按钮的方法说明。那只要是录制锯齐或 VBA，它都可以做出按钮。你按下去呢，你就可以执行你要的结果了哈。那这个锯齐部分按钮讲完之后哈，再来我们就要自己来撰写 VBA 了，所以再来可能又要更上一层楼了。刚刚是录下来的，是 Excel 帮你写出来的程式。那后面的话呢，就不是那个 Excel 帮你写了，你要真的自己动手写了哈。那怎么样动手写？反正都有固定的 SOP 啦。我是觉得你就把那 SOP 记熟，以后照着做就好了。就把那个 run 熟了，所以我慢慢，知道一个流程，就是大家要的东西其实就是固定的 SOP，照着那个方法 VBA 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可以有很多的范本，比如我今天要做这个，然后有没有范本可以复制贴上改就好了。理论上因为我的课程优点就是在这里啦，因为我有很多的范本，然后我会尽量的把那个过程用。尽量呢，说到最小，你需要记忆的部分呢，几乎是不用了，都很直觉的嘛，对不对？所以像我平常做事也是这样，我一定不会去死背太多东西。如果要背的东西哈，一律都不特别去背。那我会怎么做呢？把我做过的整个动作都录下来，或者是说把画面照相下来，然后放在云端上，下一次我需要的时候哈，我直接去看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好处就是我做过一遍，我忘了没关系。我把那些东西拿过，我又会了。最重要的是要记得你那些关键的点啊。OK，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按钮做完了，所以请各位试着把按钮做完。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开始设计那个我们自己写 VBA。那 VBA 大概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按按钮，按钮的话你会发现哈，它是 sub。sub 开头哦，那如果是那个自定函数的话，是 function 开头，function 的话实际上就是函数啦。那如果是你在 VBA 写的，就自定函数。OK，那做法一，请各位先在模组上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OK，那为什么要插入模组啊？因为我要跟那个刚刚录制的这个句集做区隔。那区隔的话呢，我就重新再插入一个模组，因为如果你要撰写 VBA 程式的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插入模组。插入模组之后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它会帮我产生一个模组，叫 Module 2，有没有啊？原来的这个录制是在 Module 1，那我们写程式的话呢，记得写在 Module 2好了把它分开来。当然你要将来如果要开启它的话右上角有个叉叉，你可以把它关掉，有没有？打开的话就 Module 2，点两下，它又打开了。有没有 Module 2？那待会呢，我们就是要假设我需要在这边撰写一个什么呢？撰写一个一个按钮好了，叫门，假设名先叫门号好了插入一个程序。所以请各位再来第二步呢，把游标放在右边，插入一个程序。程序的名称呢？也许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的我这边之前习惯是用门号好了。假设我今天是要串接门号了哈，假设我给它一个这个 sub 名称，然后按个确定哦，插入程序名称叫门号，按确定。那它会自己帮我写一些程式，什么程式呢？写头跟尾，中间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要加的，那按确定。好，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帮我产生一个叫public，不过这个 public 你暂时可以忽略先不用管它，因为这个意思是这个副程式能不能跟其他的 Excel 档案共用啊？目前只有一个，所以没有共用的问题。那甚至你也可以把 public 拿掉也没关系这边其实不影响，主要是 sub 名称叫门号。OK，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我希望如果假设执行它的话。可以把什么呢？后面这些串接起来，帮我输出
到前面。那这个叙述的话，在 VBA 里面该怎么写？那特别注意哦，你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名称，就是储存格。储存格在 Excel 里面，在 VBA 里面呢，它的名称叫 cell 加 S，CELL，记得要加 S 哦。cell 一般是什么？细胞嘛。所以它在 Excel 里面呢，储存格它就是用细胞当名称哦。也类似了因为我们身体说类似，就延伸出去。那记得一定要加 S 哦，因为之前有同学忘了加 S。前括弧，我要输出的记得写前面，它的规则输出到哪里？输出到这里。那这里怎么指向它呢？它会先问你 raw index 指的是哪一列所以你输入4。后面第二个逗点 color index 指的是蓝，蓝的话呢，你可以给5。或者给字串的话是给双引号一，我写用一，我觉得比较直觉啦。四逗点双引号一，双引号后括弧，意思就是说我即将要丢资料在这个储存在这个格子里面那丢什么东西呢？丢等于双引号09，就有点像刚刚的那个公式啦。09，然后面的话加什么？加储存格，哪个储存格呢？F 栏，帮我 F 栏里面资料，所以你可以空一格串接。啊，特别注意VBA 里面的规则，AND 在 Excel 里面不用加空白，可是在 VBA 要加空白。然后把什么呢？把 F 栏的资料帮我丢到，我习惯拿上面前面来复制，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可以用什么？Ctrl 键拖拉，把它改成什么？改成 F，意思就是说什么？帮我把那个09 and 这一个储存格的资料，帮我把它串在一起之后，输出到这个储存格它流程有点像这样，09，然后把这个有没有丢到这边来抓到对不对然后这两个串在一起之后丢到这里这里就是指什么？这里就是指这里，所以你可以，但还没打完，你可以先串一下，上面就执行有没有？试一下 O 不 OK 如果不 OK，你就不要往前了。你就检查一下，比较常见的错误是 Sales 少打 S 还是？是不是按钮有问题？啊？就是在一开始还没开始之前，就有问题了。对。那什么问题？执行看看你按上面有个执行执行你会发现911出现了。那因为什么91？因为里面都是数字嘛，所以没有零开头，它自动帮你转数字。什么时候会变成没有911就是0911呢？你可以空一格串接一个什么呢？一个减的符号。其实这个做法跟那个刚刚那个还蛮像的and 一个 and 前后要加双引号执行。如果加一个减的符号，因为有非数字的字元，所以它就把它当一个文字了，0911了，有没有？那后面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什么在串，所以基本上这个跟资料编辑列很像，就是把后面东西串完之后，丢到哪个储存格的叙述，后面的话呢，再来还有个规则可能不一样，就是在 Excel 里面是用 test 这个函数嘛，我们刚刚不是 test，然后后面的话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然后三码就000嘛，可是在 VBA 里面它名称不叫 test，它叫 format。就是 Excel 里面的函数呢，跟 VBA 里面的函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它转换一下，这个地方的话，也许就是再到后面空一格，然后打一个一格，然后 format 打一个 format，跟刚刚那个规则还蛮像的，只是 test 改成 format 前括弧。那要把哪一栏的资料，哪一栏哪一列的资料抓过来呢？其实就 G 栏。那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样复制贴上这个。复制贴，那复制贴怎么比较快我是用那个，你跟 Ctrl C、Ctrl V 嘛，我的习惯是拖拉加什么？Ctrl 键，放开，有没有？这招更快写程式的时候有时候用拖拉，程式很快就可以写出来那这边的话可以把它改什么？改成 G，有没有？然后后括弧一下，逗点后面的话加上什么？加上那个000，有没有？因为我要双引号000，就是它的格式，后括弧，把它再执行一下，执行就是这个执行，
哎，错误 ，format 啊，这边少一个 and 了哈 ，and 串接，好 ，and format 好，然后呢，执行看一下，基本上哈，哎，084出来，那一样的方法哈，后面就是再把刚刚前面这个东西有没有，其实也是复制嘛，再把它贴到后面。为什么？因为把那个 G 改成 F， 把改成 H， 有没有？执行看看，哎，有，就完成了。啊，这一串哦，基本上呢，可能要把这些打出来，要把它放在下面哦，这样子，这一串。啊，如果你怕打错哦，其实各位可以参考哪里呢？参考那个我们的讲义里面应该也有，讲义的那个哪里呢？下面，哎，往下。这个串接，哦，在这边就有了，啊，复程式有没有？第四列，这边门号 sales 一等于这一串，哦、啊，如果那、刚刚的东这些那个公式你怕打错哈、哦，你可以试着参考一下，哦，这个，那个就是我们的讲义里面哈、哦、，OK， 那不过呢，目前哈、哦。输入完之后呢，它只有输出一个储存格。那如果我希望把底下所有储存格都填满的话，那这个地方又要该怎么做哈？这个等一下再看哈。那试着先把这个程式打完哈。